本人是女警的母亲，8月5号晚上到店家购买餐点，不愿放置柜台内的配料残量和自行拿去，造成误解，因网络沉迷影响家电生意，本人感受抱歉，全案目前交由警方单位侦办中，谢谢关心。那本分局侦查队吼，无姓女警吼休假至到陪同母亲吼前往副食室来购买便当。那因为啊误认为店家提供的酱包吼是学餐附赠的，以至于啊他就随手啊多拿了几包。那双方面呢、啊、因为消费的模式认知差异啊而造成的误解啊。那因为这个行为啊是啊无姓女警啊他个人的消费纠纷，那我们本分局啊也会协助啊无姓女警啊来完成啊相关的法律程序。那并且啊，协助啊双方来达成和解。那这个案子啊，已经啊由我们嘉义县警察局埔子分局啊哈、来依规定制作笔录啊，以及啊进行了、这个司法程序。那有关于啊吴女啊啊吴姓女警啊，她的工作啊是相当的认真，个人啊也是非常的优秀，在勤业务方面啊都非常的优秀。那与同事之间呢、也相处的融洽，并不像啊说脸书上面啊。提到说啊，他跟同事之间相处不融合啊，这部分呢、我们啊在此啊做一下澄清。店家到本分局埔子派出所报案后，本分局依规定受理。虽然店家表示并不提告，本分局为求慎重，仍将请示检察官依法办理。本人是女警的母亲，8月5号晚上到店家购买餐点，不愿放置柜台内的配料残量和自行拿去，造成误解，因网络沉迷影响家电生意，本人感受抱歉，全案目前交由警方单位侦办中，谢谢关心。